这些视频是由一个名为 Live Portrait 的开源项目生成的。虽然使用视频驱动照片表情的技术并不算新鲜，但其出色的效果仍然吸引了大量用户。已经有不少人利用它生成了许多热门视频，并且通过夸张的表情制作成GIF贴纸进行变现。今天我将这个由万能君制作的整合包推荐给大家。如果有需要，我随后会发布本地部署的详细教程。 解压后，我们看到文件非常多。如果你觉得程序不好找，鼠标右键空白处查看选择大图标。这个 AI 图片模仿视频表情工具就是启动项，文件路径和名称都不能用中文。启动后，分别上传图片和驱动视频。视频要求正方形的大头照。如果需要我作品中的视频做驱动，可以留言驱动视频。 上传好以后，点击开始生成。生成后的视频在输出目录这里。另外，这款工具生成的视频好像没有音频，还需要用剪辑工具合成一下。至于制作 GIF， 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录个教程，看你们建议吧。以上送给大家，谢谢观看。